凭《魔幻力量》首次攻上小巨蛋举办售票演唱会，除了标准摇滚电音魅力毫无保留嗨翻全场，各自的 solo 演出当然也是一大看头。为了展现 MP 每位团员的才艺，我们的主场演唱会特别将六人划分为两队，让 M 队与 P 队两组较量成为一大卖点，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激出团员新的火花。而 DJ 谷谷与鼓手阿翔的决斗，则靠雷射与荧光结合各自所长，让粉丝看得目不转睛。What's up, Taipei? This song's made for you. Are you ready? Let's go right here. Yeah.有别姑姑与阿翔的声光绚烂，两位主唱挺挺及嘎嘎，则靠歌声与舞技互相较量。两人挑战起大家的畅销单曲，展现有别过往的演出魅力。舞技本来就超群的嘎嘎，对上难得大秀舞蹈的挺挺，谁的魅力比较迷人，保证让人无法抉择。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。照样一波接着一波 ，bass 手凯凯及吉他手雷暴则搬出擅长的乐器弹奏，帅气互拼。只是两人的互尬多了搞笑元素，让两队对决多了爆笑的面。
除了团员拆队两两 PK， 我们的主场演唱会压轴更祭出其他团体绝对做不到的，因为六人当中就有三位成员打了一手好鼓，成就了当晚的团员鼓技互尬。由嘎嘎、鼓鼓、阿翔轮番登场，在组合演出，帅气程度比死人啦！帅气程度附表的 MP 魔幻力量，并有着大男孩的活泼，所以炒热演唱会气氛的功力自然不在话下。至于哪队人气比较有魅力，又该使出什么样的大绝招才能吸引粉丝，就看这一刻喽。乐团界的小金城吴凯凯真的是 MP 里的开心果啦，小宝功力无人能敌。而曾放话演唱会要是完售就全裸跳毛巾舞的 MP， 自然就把这样的高潮重任交给咱们的团长达人喽。好的，对。
演出时能够帅气迷人，面对歌迷又能够爆笑带动气氛。MP 登上小巨蛋的这一夜，就将他们这与生俱来的魅力毫无保留，让演唱会精彩有温度。而温暖人心的时刻当然还不止如此，充满欢笑与泪水的我们的驻唱演唱会，究竟还记录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，让人红了眼眶难以忘怀？下半场最动人的歌唱纪实即将登场，你可千万别错过。安全乐，陈毅，这里报道。